先倒壶进在里面。千岛湖的观景台，湖光山色真是美。哦，原来下头就是八卦园区。这里是石碇千岛湖。永安社区进来，哇！这个茶园正在发芽，各个景点都要给它拍一下。永安社区水源保护区。来看看到底有多漂亮。那你要到那个楼梯那个地方。哦，这里有一圈嘞。对呀，走。哇，从步道走上来，这里的美景真是无敌。哇，可以到这个最美的景观。心旷神怡。哇，从这样子的悠悠小径走过来咯，人呢？耶，终于出现了，好辛苦哦。哇，来看在哪里，在哪里？沿着湖边的小径 1.5 公里哟。哇，成功。好，来看看今天的景色。哇，漂亮吧。哇，美妙吧，你看，好舒服哦，好舒服哦。哇，老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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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又是老鹰了，有拍到。哇，对呀，当然要拍到了，不管去到哪里他就要找老鹰，老鹰就要找他，太棒了。好，你手打开很像老鹰哦。啊，还在正上方耶，好迎接，好，感谢主。来看一下，有拍到，有拍到，哇，美妙美妙美妙。哇，双鹰就在我的正上方。就是要找这个失落的村庄，在直潭巷走下去，好像会走到湖底哦。来到失落村庄三美景，哇，看到湖光山色，底下据说有一个被水淹没的村落。哇，我真的来到失落的村庄，有遗迹在那里，那边远方也有一个遗迹。哇，好特别啊，好特别啊。据说下面有村庄，很多户，还有一个国小。到有这个景点叫做失落的村庄，哇！看了节目之后，知道有这个景点，
今天特地再来一趟千岛湖。哇，失落的村庄就在前方，噔噔噔噔，往这里看，有没有看到遗址啊？哇，循着悠悠小径来到被遗忘的国小。云海国小，是不是每天都观海呢？观云观海，哇啊！走着楼阶梯，哇，这上学很辛苦。北宜公路上的迷你小学校，云海国小。哇，正好遇到中午上课时间。哇，叶老师好。好。我是。哇，原来这叫做云浮步道，从这里吗？好可怕！这条我才不敢走嘞，才不是一条。是哦，是哦，对，有点。原来是小秘境，有野姜花，晚上有萤火虫。